妈说我给你吃吧。耶，那太好了。哇，麻叔的嘴巴也是挺大的。玩具亨利，好多惊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麻叔。大家好，我是萌萌。萌萌，你现在肚子饿吗？这么说，好像真的有点饿耶。太好了，因为我们今天要玩的就是高铁回转寿司。哇，那这个又可以玩又可以吃，真的是太赞了。哎，不一定可以吃哦。我们赶紧打开看看吧。好的。Funny Go！玩具合力哦。高铁列车，高铁轨道，小碟子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所有的零件都已经拿上来喽。马叔，这个好像是需要拼装的，我们赶紧开始拼吧。没问题。现在拼高铁列车。我们把车身也拼起来吧。嘿，拼好啦。哎，马叔，这个车是不是可以动了呀？哎，萌萌，还没有呢。因为啊，它要装电池。对耶，要记得装电池哦。萌萌，现在我们的高铁要出发咯。来吧。开始动了耶。跑起来了，跑起来了。好厉害啊。但这个速度好像有点慢啊。怎么了？马叔，我们不是还有寿司吗？寿司嘛，安排。哇，马叔，这也太香了吧！萌萌，你准备好玩游戏了吗？当然准备好了。好，那么这样子，我们现在来剪刀石头布，赢的那个人来选择放什么寿司。哦，好呀，没问题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哈，那我要先放鳗鱼寿司，我太喜欢吃了。那我等一下再吃了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你要放哪个？那我放我最喜欢的三文鱼。那我就放了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别了，放这一盘吧。这件衣服是，这是我们补充的，先放小盘子，吓我一跳。这一盘，这个鱼子牌啊，鱼子，对不起。选食物环节。马叔，我们赶紧剪刀石头布吧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我赢了，筷子。我要鳗鱼寿司。拿下一件，满满的仪式感。好新鲜啊，这鳗鱼。来，那我们现在来玩黑白配吧，好不好？好呀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来准备。来。黑白配。黑白配。黑白配，黑白配，黑白配，黑白配。黑白配。那我要吃这个三文鱼的。三文鱼，终于等到你。好开心啊！好吃吗？太满足了。石头剪刀布。准备。黑白配。黑白配。啊！我是一个这个鱼子的。好。那个鱼子在那个牙齿上面就是在跳动的。在跳动。太过分了。我在大海里的。石头剪刀布。哇，我又赢了。黑白配。黑白配。黑白配。真的很香，我在旁边闻到那个脆脆脆香味。黑白配，转过去了。黑白配，黑白配，黑白配，黑白配。我都不敢相信。朋友们，你们看这个鱼子特别的多。
哇！石头剪刀布。啊，朋友再见。好吧，这个麻薯给你吃吧。耶！摸太好了。哇，麻薯的嘴巴也是挺大的。好、哇，好吃吧？特别好吃。好，萌萌，这次我们玩乒乓球怎么样？会不会？没问题，当然会啊。来，来，三二一，乒乓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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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球。哎，我说的球，你干嘛说球？耶！我赢了。这次我要吃甜虾。好。特别好吃，但芥末放多，放多了。好像好像，虾好甜啊，新鲜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呢，马术就和萌萌一起玩了这款特别有意思的糕点会长寿司玩具，你们觉得好玩吗？萌萌实在是太喜欢这个玩具了，又可以吃又可以玩的，真的是太赞了。那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，拜拜。